我赛文说文章节目。我刚前面架的念完这一段，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这样吗？这么听不清楚，应该第一次。但我跟你讲，其实我刚并不是故意，我只是刚前面三个字架的时候，我后面就顺势架下去了。就是将错就错，将错就错。我们今天要干嘛呢？又到我们的露营系列了。我们今天要去的也是在新竹那边的营区，然后我们要先去采买。然后我刚出发前也做完了快筛，虽然说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人 care， 但不管，我自己还是会做完快筛。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等一下到了我也会请他做快筛。好，我们先出发采买。是。因为我今天穿像维安特勤嘛，你看我在主管還 要抓一个路人，没有，他是那个吸毒的，吸毒的，什么巴啦，干嘛我巴谁巴？我们现在人在关西北平路的全联，然后我们要先做第一次采买，当然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食材总管，跟我们的露营大厨，所以你今天大概会做出什么样的料理？也偏日式啦，也是比较日式一点。我们先吃个天妇罗。天妇罗，然后晚上我们可能吃就稍微日式一点，炖牛筋，然后牛排，然后我们用日式那种萝卜泥酱，黄芥末啊，然后盐巴这种比较日式的调味，然后煮个味噌汤，然后最后做个炒饭。你有考虑娶我吗？没有，你结婚了，你结婚了，上次讲一样的好不好？你跟大家一模一样的。烂梗。好，那我们先去做采买，然后我们。这边大概距离营区还有大概50分钟，我们采买完过去，我们才会开始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吃跟喝，应该要吃很多，因为我们还有带那个日本罐头，我们带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应该是从头吃到尾，快乐采买 Go。我们刚刚采买完，现在在营区的路上了，然后超级多脚踏车的。疫情期间也是让大家可能说闷坏了，想要出去玩，所以大家开始找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露营啊，脚踏车啊，然后冲浪啊，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啦，其实是还不错的。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是挺好的，挺好的。那我们去骑一下。我不要，太累了。为了人，为了身体。太累了。好，快到了。哇，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天使之窗，然后它是北曼德拉营地的天使 A 区，然后我们一样，大人的露营就是我们整区全包，自己的厕所、自己的冰箱、自己的浴室，然后因为我们刚中间我们开错了一段路，浪费20分钟，所以跟我们约时间的来宾们，不是来宾们，是来宾已经到了，我们跟他讲，哎，林检的，哦，我没有窗户拉下来一点呢，然后不会对你怎么样。哎，拍谁让你等的？我们刚开错路了，结果居然是他先到。我们本来想说他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先吃个饭哦。有虫虫哎，先做快筛。好，我先筛。快筛，虫虫一直在。好，快筛做完拍个照，然后我们先架天幕，然后你再下来就好了。我要自拍快筛的样子给你看，是不是？不用，自己记录就好。OK， 好，拜拜，我们先架天幕吧。好，我先筛。快筛做完过关了，可以了。Yes， 我也做过了。好，我们天幕架好了，然后刚好飘雨，所以今天的感觉会有一点冷，晚上会有点冷哦。应该蛮冷的，湿气很重。那没关系，你今天就是来这边吃喝喝。今天有没有什么目的？没有目的，没有目的，真的没有目的。好，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大家可能看完。那等一下有一个小道具。嗨，小道具就是我们其他人设备都架好以后，我们再解释今天的游戏规则。嗨，我们先去架各自的东西。先等 Peter 做饭。哎，没错，先等 Peter 做饭。快点啊 ，Peter！ 喂。由于刚忙了一阵子，有点累，所以我们自己的棚决定先不架，我们先等午餐。然后我们先烂。那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规则，就是这是我们之前善财童子牌留下来的一个道具。嗨，这道具等下放在桌上，任何人，好吧，把你 Peter 想到。就去啪一下转它，转到了就喝一个 shot。哦，走。那哎，这个有方位的问题吗？它假如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方位，就是平均分四个角。哦，反正切十字形。对，四个角，去那边就是他喝，那我们要喝。但因为我们隔天12点1点要撤退，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只喝到11点多，因为我们要避开隔夜醉。没问题，没问题。对啊，所以我们就10点11点，但因为其实大概8点9点就会喝醉的。因为大概喝7-8个小时，我觉得是应该蛮醉的。哦，这是酒精马拉松呢？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是很 chill 的，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酒精，我们今天喝很好，我们今天因为你来，我们想说平常爸爸辛苦了，
我们今天除了季之美 K 哦，喝很好，然后还有 Carlen 哦，新的三桶，然后我朋友寄给我，然后跟之前雾峰的那个蜂蜜酒，哦，这个跳 high ball 这个超赞，我跟你讲，这超好，因为我那时候看你的完之后，我不是说我老婆住雾峰吗？对啊，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之后就看完之后就说跟我老婆说，哎，拜托。叫你妈去买一点，哎，你也太过分了吧！不是他妈妈就住他们家就住那边了，就雾峰人，雾峰人啊，有买到吗？有买到啊，我有，运气不错，因为后来就扫光，对不对？扫光，都你害的。哎，我还有一支今天大家喝，这等下可以拿来做 highball， 然后我们还有啤酒，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东西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买了一支很贵的啤酒，一瓶啤酒3000。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试试看嘛，因为他自己好奇，他买来他喝了，然后多买一瓶给我。所以我们今天刚好就趁这时候，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有我们今天买的食材都是破万，对，然后配一瓶3000块啤酒，晚上就是这样子。哦，这个频道其实也蛮奢华的，也蛮物质的嘛。啊，我每次都这样子。好，OK。啊，我们等一下中餐，好，我们先喝个啤酒，先喝啤酒。耶，就先喝啤酒，拜托。喝酒先。你觉得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个，我们先下个高档货好了，好不好？对啊，我觉得这个哦，为什么是我？好，没关系，等一下喝酒就对了。示范，那我喝。我以为真的要喝了。这一次喝的人可以决定那杯里面有什么。哦，你可以混，毕竟还在疫情，我们不共杯，所以那个杯子拿起来就是倒到你自己的杯子，我们不用那个直接喝。OK， 我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先来个鸡翅美 K， 这是清酒，高级货，这台湾很难买。没关系，哎，啊，输了。那你的杯子哦，在这里，对，扣进去，扣进去，好，第一个扣进去，好，哎，干杯！哦，原来琴酒纯喝是这个味道，好的琴酒纯喝这个味道，一般琴酒纯喝可能会比较药水味，药水味不至于，就是比较呛，比较辣一点点，但这游戏就是不定时，哦，你如果觉得想玩的时候就转一下，啊，这是什么高粱？高粱，米汤哦，你喜欢喝高粱？超喜欢喝，哎，你长这样不喜欢喝高粱？我不是，这跟长相有关系，不是，我是原来喝高粱跟长相有关系。那接下来这个一样纯的，一样纯，我们就倒半杯就好，不要太多，因为我们太多了，啊，太多了是不是？我跟你分一点嘛，没关系，没有，不用，一样你转。那等一下如果转到我的，那你再喝啊。这东西是两面刃啊，那只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在你啊。哎 ，OK， 准备了，预备 ，Lucky Ball Go， 归零，哎，有人看过这节目吗？啊 ，Peter。我来开始吗？帮 Peter 扣过去。嗨，谢谢。哎，有没有倒？没关系。Peter， 你在里面倒，啤酒啦，没关系。哎，哇，这么蹦哦，好 man 哦。哦，对了，他等下就去负责一直，他是我们一直主菜的大厨，季之美蹦，季之美，你好猛，什么好喝的？真的吗？我不要跟你共杯算了。好，算了，就好，少一个蛋，少一个蛋了，只少一个蛋了。跳上的汉堡很烫，很爽哦。我以为你要说很烫这样子。哦，好爽。嗯，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吃？不，你也感觉看泼面吧。哦，泼面。你们是不是很想吃呢？王美啊！干老师，跳上这什么肉？和牛跟猪，和牛跟猪粉，和牛跟台湾猪，太派了吧！这个沙口感好重啊！哎，你有看节目的？当然了，你不觉得那集蛮屌的？那集哎，不是那个时候，在你要上片之前。那一天我们走中讲完，你不是跟我们講，我就跟你们讲说什么管线怎么样，然后我特别就是上了之后，看我超，因为我很期待这那一部，然后我就上去看，就像你讲的，很美，就是工学美。我刚才全联找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因为它冰块全部卖完，它卖了柠檬冰角，哦，柠檬汁的冷冻版，我第一次买，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它是一个就是柠檬原汁冰块，然后我觉得这东西拿来加琴酒，哎，应该是很棒棒赞。漂亮照，应该漂亮照，因为它是纯柠檬汁，可能很酸吧，我猜。太大力都满出来了。嗯，太大力都满出来了。我来试试看。哎，欸，你看，这样就直接当冰块，然后满的柠檬汁在里面。好酸！好酸！好酸！但味道不错，
你拿你的杯子试一颗。好，哦，好酸哦，纯正柠檬汁哎。你刚才买了四包，我买了四包哎，因为我想说应该好好甜甜好吃好吃的吧。哦，没有甜吗？没有甜，纯柠檬汁。哦，摇一下，摇一下。哎，这个没有。哇，很酸的哎，可我觉得蛮爽的，就是它让酒降温了，然后又很对对，然后味道其实很纯正的柠檬酸味道。小口，小口，我知道，我刚才抖是无法掩无法避开，是这样。啊哦，开一下，开一下，我去拿给你掉。好酸，好喝。这一包我记得让这一大包好像100出头块。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你在外面做家庭式调酒的时候，好像蛮实用，蛮实用的。你自己抓。哎，哦哦哦，看到了，看到了。哎，好，这样子，然后加一点汽水。哎，哎，像太西式了。没有吧？这应该算台式吧？没有，你就是西式掉了。我操！不是那个西式啊！我现在知道要吐槽。太晚了，太晚了。你看啊，中间很漂亮，中间还有一块柠檬冰块。有没有？我看到的不是冰块的，我看到的是上面的泡哎，泡，好好喝，这样好好喝哦，这样好好喝，这个好好喝，哎，这个好强哦，干是直接可以大口喝完的，因为柠檬香味很香，嗯，然后汽水的那个甜感下降了，整体是很清爽的，而且它名叫老实农场，真的很老实，好酸哦，它没有骗人。好，我们喝一口，我们准备去搭大家的家。嗨，但我们想说，来玩一下这个好了，好吧，好吧。哎，酒刚好一样是谁家？皮特长。皮特长家，皮特长啊，对对，刚是皮特长。你要加什么？啊，先一样，好，先一样。你先喝贵的。好，半杯。贵的先喝，皮特也是很懂享受哎。转喽。来来来，转。哎哎哎。你自己喝。干。你自己喝。我帮你扣，帮你扣，帮你扣，帮我扣，帮我扣。都你自己喝不公平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很怕又是我自己喝哎、欸。没关系啊。好吧，好，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放下来，放下来。好，再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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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手，拉手。再一个，干你娘嘞！我里面有虫，操你妹的！哎，蛋白质呢？蛋白质呢？对啊，这是荤的酒哎、欸。根本是素的嘞。我来个高蛋白质。哎哎。哈哈哈哈没有吧、欸、真的这里偏这里啊有没有是那里我们是一个象限的、哦、是你是第一象限哦好我们搭帐篷我们搭帐篷不要再玩再玩我觉得没好下场了哇忙了一波我们架好了拜然后我们这边跟之前说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小帐型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带家人来，所以就我们基本上都待天幕，所以帐篷就是可以睡觉就好。对，所以我们现在搭完帐了，喝完酒了，准备要吃下一餐。好，下午茶，下午茶。皮特长，你说你要弄什么？天妇罗，日式天妇罗吗？发哥，哦，日式天妇罗。你说万年楼像那种炸的那种天妇罗？不是，刚刚是，哎，皮特长，谢谢。我说什么？哎，谢谁？那你想要谁帮你转？你好 ，Yes， 我觉得你手气比较好。我觉得可以换其他酒，因为我们东西都弄好，可以喝酒。山上虽然说刚来的时候有点冷，现在看超热，而且今天超好。然后我们刚、我们遇到其他营帐的人，他们就说他们的东西全部被吹烂，因为昨天风超大。然后我们今天是天气很不错，就果然是有太阳之子太阳泉。哎、我们等一下喝这个好不好？好啊，可以吗？咖啡店新的，新的。没有广告，不用广告，是不是？虽然说是朋友送的，朋友送的。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噠噠他这是没有没有也不用啊他们是咖巴链的他们是咖巴链他们来咯 Whisky 哦我觉得 Whisky 算烈的哦来咯半杯就好半杯我们还有六个到七个小时这样好不好好我们要喝七个小时好 Peter 厂刚刚中标了现在换我了哎班你都还没喝到呢对啊来咯我来了这样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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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嗨谢谢咕噜咕噜咕很好了，我觉得是，就是反正放松嘛，对，放松了，放松了，出来chill一下，我觉得很舒服啦。今天天气真的很好，我们运气真的是
很不错。然后我们等一下等一下 Peter 尝怎么样，好喝还不好喝？哎、欸，好甜，好爽。那个 Colin 的可以，没有，就好了，要也可以的。Next round， 然后再来 run 吗？再 run 啊，最 run 啊。啊，我知道为什么。哦、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一点这样，有点斜。啊，一定是个问题，你作弊。如果放这边呢？来了，一、二、三，去开。哎，刚刚那样算你的，对，那算他的吧。因为这个最后是重，就是那个重心的问题。对，哎，真的不会停在你这儿，有没有？哎，他外面喝，你喝，把它扣进去。好的，哎，你就可以，你可以这样直接蹦给他蹦。Remix， 给他蹦，给他蹦。好，你先喝，你喝一点。先来点小菜啦。啊，你的小菜不小呢。干配酒超爽。被你怎么喂你吃一个好的，来啊 no， 这是我们的小菜，下午的小菜，就简单吃啊，就刚好身边有什么就拿什么，简单吃。怎么会有人身边刚好有明太子？没有，我们家还有大盒海胆啊，不想开玩笑了，海胆在山上带，我怕不新鲜。哎，你吃了要喝啊，吃了要喝，哦，没关系，你就放桌上就好，放桌上，大家慢慢吃，这很爽，露营就是这样嘛。配着吃点啊，哦。不要想为什么要在胯下磨海鲜，磨那个萝卜泥，这样比较好夹。萝卜，你的胯下可真强。你的胯下很懂磨。对啊。我刚看，怎么口急急成这样子啊？太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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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讲。我刚刚皮亚长像冥王雷利。有两撮，有没有掉下来两撮？冥王雷利是刘海吧？年轻的冥王雷利，头发还没有白的，那海贼王的冥王雷利。哦，没有，这卡就这样，就是这么无聊。我刚刚就要拿摄影机说我要讲这个。但是鬼片超好吃哎、欸！这是什么东西？我们从日本买的罐头，哎、欸，它是马铃薯，哎、欸，很烫。这另外是什么？不知道。这个马铃薯。奇怪，日本马铃薯罐头怎么那么好吃啊？超下酒的。我跟你讲，这一支就是我们之前拍完，我真的觉得超好喝，是荔枝蜂蜜酒。我觉得它喝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打开来，加冰块倒进去，没事。没有，可以没有。这时候通常会加一些气泡水，但因为今天没有气泡水，你就加汽水。但是就是这样下去以后，就觉得说一切就是柠檬蜂蜜荔枝汽水。哦，干，真的超好喝。喝完有点冷，对不起，我去换个衣服。太冰了。飘场的在山上吃日式甜不？飘场这是什么？炸汉堡排。炸汉堡排，刚刚剩下的。对啊，刚刚剩下的啦。最后一块。那个酱比较咸一点。嗯。太爽了吧！然后加一点七味粉，我们的七味粉还不是也是日本进口，就我们从日本买的。欸，这个七味粉跟外面七味比真的有辣哎、欸，这个好吃哎、欸。对。豆豆，只是我们下午茶吃的太好了，高热量下午茶，高热量鸡汤。你要讲我节目，你把我推是不是？我突然间发现，哎，片长，我以为这个这样子的东西是晚餐，结果你说这是下午茶，你就讲是下午茶吧。不好，我说晚餐没有吃那么差。对啊，棒棒棒棒。我今天拍这都真的两个吃，然后喝一口酒，吃，然后一口酒，这不就是露营吗？嗯啊，这就是露营嘛，露营实际上就是这样，不然大家以为露营我们要玩旁边玩大地游戏吗？请你跟我这样做之类的吗？啊，干，忘记买足球了啦！可恶！我今天买要买足球哎、欸，为什么？我想说我们可以在旁边踢足球之类的。你怕我当你女儿是不是？飘场做了炸鸡跟紫苏炸明太子，我不敢吃紫苏，我试试看。不用沾，不用沾吗？干，好爽哦！哦，哎，为什么紫苏炸过比较好吃啊？你把它怕的那个香料味不见了。嗯，它留下它紫苏基本的味道，然后因为配上
明太子比较重，嗨，然后带一点点辣，哦，但没有太好吃了吧？甜不辣，来自日本，日本的感觉，哇，喝有回头家的感觉，你家住哪里？你怎么突然间人设又拉回来？哎，是我。我刚刚一直没有嘛，那对不起，是我失职了。没有，他刚没有的，他刚回复到私下的样貌了。然后披萨厂这个鸡肉是腌了味噌，他腌了一个晚上，然后来这里再裹粉炸，所以这是味噌炸鸡。超，其实我刚因为我刚刚是超级入味，超级入味太夸张了，我回来好了啦，他超爽的啦。各位朋友，如果恩熙俊他有找你去拍片的话。千万不要拒绝，千万不要拒绝，这是业配。这 view 太美了吧，橘色的云海。超级漂亮的，什么片？你可以不要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干这种事吗？真的很漂亮的，就是整个夕阳跟橘色云海这样子，然后这整个区域就只有我们，然后我们有拥有一片 view， 这就是人生。对。我们刚夕阳是谁？夕阳，夕阳到现在大概过了15到20分钟吧，差不多，变超冷，真的。我现在是忍者的状态。哎，你家说穿袜子穿拖鞋，刚刚是瞬间我受不了这个温度，突然想说，太冷吧。我里面发热衣穿了，然后我外面一件那个特勤队的衣服，特勤队，然后再加了一件风衣，然后你突然间变爱斯基摩了。没错没错，嘟嘟嘟嘟。哒哒哒！好，终于停在你这儿了。你有一个，你有一个，你有一个。等一下，我们一次转三，我们一次转四，我们转四次好。好了。耶！两倍，两倍，两倍。哎，是这个位置的问题。对。耶！三倍，三倍。屁啦！三倍，我们就给你一个满的就好。给你一个满，必的，一个满，哎，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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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呢嗦，扣进去，哦，卡巴伦这一支超适合我的哥哥们在酒店门喝的，因为它就是雪莉桶，然后因为他刚刚说，这支很甜，很好喝，但因为台湾人对威士忌的饮酒习惯一向都是偏甜，要偏甜，嗯，就像。酒店会卖很好的 whisky， 其实都是偏甜的，就是那几支。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以前跟我的哥哥们去的时候啊，就是他们都会叫这个，他们说啊就喝这几支，我想说哦好甜哦，但加冰块当然就是一个晚上可以顺着喝很爽。嗯，绝对没错。但这支不错了，这支不错。这是那个 Cavalier 里面附送的，我也一并带。这是油渍马告章鱼跟油渍酸豆小卷，很香哎。是哦，那你再开一款。我手刚刚讲到，他刚刚。手去拿东西，然后被自己的车门夹到。我刚刚为了拿班尼，班尼头冷，我又挥着夹毛毛，我关门夹到手。我说你是小朋友是不是？然后他很过分，他拿人家毛毛还说你是那个外表异于常人，但是外表老于常人，但是心思低于常人的。名智障美丽本人。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小囧是。哇哇，这太下酒了吧！觉得我们今天怎么一直在做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表演，实际上真的他妈很好吃啊！如果这要演，其实不好演。不好演。哦，我们还在等 Peter 卤东西，不然我们来看个电影。直接在电影院线第一排那种感觉。嗯，这是阿松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是来自日本，其实他已经很多年了。只是他最近刚好上 Netflix， 推荐大家看一下，好看。披萨厂的炖牛筋，我们今天的餐点很日式的披萨厂，应该是为了我吧，想说让我回到一个家里的感觉样子。我没有理你啊，闭嘴。为什么可以在山上吃到这些东西啊？山上吃炖牛筋太过分了吧？而且因为其实刚上卡到这一卡，大概隔了。1.5小时左右，嗯，因为披萨厂在炖牛筋，
他说你等一下吧，但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吃，其实有点饱，但现在这差不多，那我们现在要进主餐了，对不对，票长？又饿起来。哦，好，那我们牛排煎好以后，我们等一下准备要进入今天的主菜，就是我们要来喝喝看那个超昂贵的啤酒。来来来，奢华一下。那你要煎快一点哦。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还好吧？好爽。喝个酒，喝个酒，喝个酒，喝个酒。哎，我要倒酒，换一支喝吧。哎，高粱吧。牛津要配高粱吧？是是。哎，我是一个客气的人，还不错啊，还不错啊，好讨厌，还不错、啊。牛，我们就来搭配，我朋友送我。那是你刚说的啤酒，啤酒啊？那啤酒用纸盒装的，不只是纸盒，这不只是纸盒，它里面是木盒。日本皇室宫内厅认证使用。哦，而且它盒子外面还有贴要冷藏，要冷藏，我有冷藏，我有冷藏。哦，对对对。太假掰了吧，傻小、啊。这是啤酒哦，这是啤酒啊。我那啤酒要放在鸟巢里面。我那朋友就比较奢华一点，很帅、欸。你拍得到吗？对，这个牌子。它是金色的。金赏寿赏。杯子清空，咱们试试看。哦。哦，倒什么金创药之类的。金创药。清创。你怎么讲出这种字眼、啊？我们平均分掉吧。好，就一人一杯吧。来，咱们试试看。哎，咱们来吧。三千多块到底是什么感觉、啊？啤酒啊！啊，好喝的啤酒，好喝的啤酒啊，很细致。没有那么沙口。气泡细，然后味道甜，但是尾劲有啤酒的香味。对，整体来讲是非常好喝的啤酒，真的是非常好喝的啤酒。三千块还是偏贵、嗯，感谢我的朋友，有点贵，有点贵。谢谢他的朋友。哎，哦，刚刚煎牛排和牛牛排丸的牛油炒饭，亚尚，我觉得你不要交女友了，你跟我们在一起。不是这样子吧？来吧，我们把这只威士忌啃肉掉吧。你我，没有趁这个机会，就是刚好两个新科爸爸。哎，其实没有，我想跟你同等一些意见，因为我自己感受是这样，其实但我不太确定外面是不是这样想。其实我也有陪我老婆生产，但辛苦的是女生嘛。绝对是女生，就是生产痛的也是女生，所以我很尊重老婆这样子的痛苦，所以小孩跟妈妈的连结是更深的，是更深的。就是我当然会顾她，我也该付的都付，然后也会帮忙，但是在小孩七个月以前，我没有一个身为爸爸太大的感受。我觉得对我来讲，第一个有小孩最感动的时刻，就是我自己是有一天下班，然后当天我很累。对，然后因为七八个月小朋友已经在爬了，我女儿从沙发旁边，就是她在地垫上面，然后看到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她爬过来要给我抱，那个是我第一次对于我自己是爸爸有一个认知。第二次是我刚好有一天在跟朋友们聚餐，然后因为我很少把我的小孩的影片给别人看，结果那一天我把影片展现给我的朋友们看，原因是因为我女儿第一次放手走路了 ，OK， 就是真的走路的时候， okay. 其实我当下因为有点酒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生命可以从小走路了，这个生命从宠物生殖到你，从宠物生殖到人类那个，我的时间跟你相对比是比较弹性，但是也比较不弹性。我那个时候一回去的时候，我光看到我的女儿，就是我光用看到的，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啊！就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你制造出来的。当下的我的反应是，当他还不会走路，还是在一个就是那时候还在坐月子的时候，还没满月，我就觉得哦，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就是跟我的很小的时候长得很像。是好还是坏？哎，但彭丽塔像很可爱啊，跟他爸爸不像。
他的事情就要少管了。没有，后来到他有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就是这是一个爸爸的存在的时候，是半夜我必须起来换尿布的时候，就是当我的睡眠已经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这是一个责任。然后再给一个小小的 tips， 嗯哼，就是其实我认为顾好你的另外一半比顾好你的爸妈跟顾好小孩更重要啊，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最靠近你的人，已经是最协助你了。所以像我现在都会跟我身边的人说，我说当然交往很久老夫老妻了，很多时候都会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但我觉得不能这样子。我自己会做一个小动作，就是我每一个月都会安排一天，就是我不会接任何工作，嗯哼，然后我也先跟他讲好，然后当天我也会麻烦我爸妈说小孩顾，然后我就会订一间很好的饭店，然后去吃一个晚餐，然后我们做一个约会。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是有助于让双方的夫妻的磨合变得更加的顺畅。只是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反正小孩都生了就随便了，但我觉得那样其实长久来会导致双方心理上的不平衡。当然我说我有麻烦爸妈，所以像我隔天的时候我就会订豪华中餐，我就跟我妈说你不用煮，哦，后面两餐我来处理。OK， 对，就是你不要老是认为你的家人或是你身边的人对你的付出是应得的，是应得，没有任何人应得。我觉得你就做到最平等的状况，就是有人帮你，你就要付出一个心意，一个心意。我觉得不一定要贵。就像我今天可能有时候我就会带一支我妈喜欢喝的美酒给她，就是感谢她帮我帮前一个晚上帮我带小孩。嗯哼，当你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会脱离很多所谓现在现今社会大家比较诟病的情绪勒索，因为你帮我，我也都有该有的我都回了。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家要保持一个灵活度，去跟你身边亲近的人可以有探讨跟修正的空间，找到双方彼此最舒服的一个相处方式。我觉得这是现今时代大家资讯传播很快，社群媒体很方便，但大家都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一定有人要帮你。但教育这件事情我们还在摸索，我们也什么都不懂，但总归我们今天感谢所有的岳父岳母爸爸妈妈，然后也谢谢我们老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感谢，谢谢，对对对，谢谢，感谢，敬礼，敬礼，敬大家。早上天气非常的舒服，而且完全晴空万里，没有任何的云，然后也没有雨。只是我们昨天，我们刚才讨论昨天大家睡怎么样。其实我每一次来录影，我都没有睡得很好，每一次就是我都睡不太好。然后因为昨天大概，我们昨天大概十一点多结束，好，然后我三点就醒了，我三点起来一次，然后大概七点又醒一次，哦，我六点，你再早一点，然后最后集合的时间是八点半，我八点半最后才想说好了，不想躺了，起来了。但其实前面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会看到，就是会观察大家有没有睡着，因为我醒来的时候，我隔壁棚的他没有声音，他应该是醒的。然后我的后面那一棚打呼你，我是睡的，是睡的。然后可能各一个我就七点醒来的时候，隔壁棚打呼，这个睡了，睡的。后面那个没打呼，你这应该醒了。弹要这样子，很好，这样子，啊 ，get 的，双层导弹，然后阿尼，哇哇，好奢侈啊，嗯，我觉得是个美好的早餐，哎，拍摄，嗯，啊，其实我好像还有蛮多东西没用，但因为昨天炖牛筋。用掉两罐高山花丝，没火了，没火了。他是我们带一桶上来，大桶的，抓关它小，营业用的，营业用的，营业用。好热哦，收一收就又全身大汗，日夜温差真的有够大的。但可以吧？昨天有快快乐乐吗？非常爽。好了，那我们这一集露营二号就是到这边喽。那这个营区是八曼
什么营区啊？天使之窗。天使之窗。它没有，它叫曼德拉营区还是什么？北曼德拉。北曼德拉营区的天使 A 区的天使，然后你 Google 定位是天使之窗，然后这个是 A 区的样貌，就是门包区，然后有厕所在旁边，就是还不错。只是路有点高，对。那就这样子。好，看到厕所站，看到厕所，拜拜。好，我们下山准备回家了。昨天那个橘色夕阳真的很美，算是一个我们没有预料到的风景。因为这个营区你们之前也没来过吗？完全没有。而且我们刚刚完全把人家名字搞错，其实是北德拉曼还是什么？北德拉曼还是北是吗？北德拉曼吗？北德拉曼的天使 H， 我觉得 view 非常的好。有空的可以来看看。只是昨天三点有一度真的超级冷的。我直接被丢醒，现在才11月底，怕冷的男人。好了，这集就这样了。如果喜欢这集的话，不要去分享，上去我们飞砖中，去我们明天开讲。如果你有任何吃的、喝的、有趣的、好玩的，欢迎来信跟我说。啊，记得去订阅美丽那边，下集见。